求了，小将。红军，这几年你一直遵守着承诺，守护着香香，而且香香也与你心意相通。现在我就把我唯一的宝贝孙女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待她。香香，多谢长老成全。请长老放心，往后我一定全心全意待香香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现在还叫我长老？爷爷。恭喜你了！这里是爸爸，见爷爷。骨头爷爷，丫头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爸爸。丫头，这个礼。谢谢两位爷爷。蓉蓉，生日快乐，蓉蓉。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永远。让我来看看这蛋糕怎么切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。
们破了我的第八武器，但是还不够。三位校尉，秦明，秦老师，秦明不请自来，还望见谅。你虽然离开了学院，但仍是我们的朋友。唐三，接下来你会如何应对？晚辈唐三，请前辈赐教。
前辈，我们取巧了，尽管只是幽香绮罗仙品花瓣，仍能克制一切的。无妨，虽然我意料之外，却又似情理之中。我还从未见过意志像他那么坚定又精通毒药的人，不愧是海神大人选中的继承人。你过关了。唐三，海鬼圣柱考核通过。小五，陪伴考核通过。哥，太好了，多谢前辈指教。唐三，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难怪能接连通关。既然海神大人选择你作为继承人，希望日后你也能拿出与刚才同样的觉悟去守护海神岛。你能做到吗？只要一息尚存，晚辈定当竭尽全力守护海神岛。我已定不辱海神岛大供奉继承人的使命。前辈，我们也愿尽一份力。你们走吧。